喂，哥仔，搞紧咩啊？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咩郁敏喺边啊？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喂，冇问题，攞去。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啲玻璃真痛啊！頭先有一個防暴警察喺後巷嗰度打爆咗幾樽玻璃樽啦，係啊，唔知道發生咩事。再睇一睇啊，頭先嗰啲片咧就係《天價日報》嘅記者啊喺現場去拍攝我哋。其實呢啲片我哋好多嘅，咁我哋即係有時喺節目裏邊又會放一啲片段俾大家睇啦。其實喺《天狗》嗰個 page 裏邊咧就周不時都 update 嘅啊。有很多是即時的直播的，咁有啲就之後我哋經過剪輯啊擺上去，咁亦都係有啲傳播媒介都用過我哋啲片嘅，包括外國啲傳媒係嘛，咁就而家就慢慢就成型啦，即係越嚟越多人啦，已經係喺出邊已經，咁所以當然啦，最近就比較靜啲啦嚇，咁但係呢兩日我哋都出動咗好多人嘅係嘛，咁每一次咧，當然而家我哋大家吸收咗經驗啦，安全第一啦，咁啊嘛。所以包括裝備嗰度，我哋都好多謝有啲朋友即係幫手，係嘛？咁因為嗰日 Alex 咧俾人打咧，嗰個咁嘅頭盔咧就俾人笑嘅，安全帽嚟嘅啫嘛，喺地盤嗰啲係咪？咁結果咪有個朋友就真係，唉，你哋咁嘅陰功啊，係嘛？咁又買咗幾個，買咗6個好堅嘅，啲差佬用嗰啲啊，哐哐聲嗰啲，又據說子彈都擋到嘅，咁可能係啲橡膠子彈啦，啲係。咁即係啲設備啊，係嘛？同埋我哋都買咗一套直播器材啊，咁啊順呢個採訪主任嘅要求啊，講咗好撚耐啦，咁結果都買撚咗俾佢啦，係嘛？咁啊希望佢哋好自為之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即係你我哋已經係即係喺我哋嘅能力範圍裏邊可以用到嘅，即係嗰啲資源啊，同埋人力，咁都去做呢一個歷史見證人嘅啦，係嘛？採訪呢啲咁嘅新聞啊，咁所以我都成日即係同前線啲手足講，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啊！安全第一。咁我哋又有人受傷，係嘛？試過有人受傷，又有人俾警察打喺度撲街，係嘛？咁打到撲街嗰度，我哋而家會同佢算帳嘅啊。OK。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吝惜嗰每個月200蚊嘅《天狗日報》嘅月費，係嘛？咁啊，今日咧就係26號啊，咁希望大家咧即係啊幫下手啊！咁你俾多個200蚊都唔拘嘅 ，OK 啊？咁另外咧就係下個月嘅鬱敏射馬咧就25號開賣嘅。咁頭先我哋嗰個廣告都出咗噶啦。咁啊雖然我哋最近呢一兩個月嘅貼士咧就叫做麻麻地得嚟咧都唔係冇中啊。咁啊大家即係可以繼續支持啊。咁啊咁其實我哋今日夜馬都三重彩有中嘅，啊一樣有中嘅啊，有中即係。其實個範圍都喺個射程範圍裏邊嘅，咁啊大家如果長跟咧，都照計係唔使輸錢嘅，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啊，咁啊呢個鬱敏射馬，咁啊另外啲節目月費咧，大家都即係呢今日26號啦，咁啊仲有幾日咧就即係最好快啲交啦，咁啊即係大家個個安穩啲嘅新年啦，大佬係嘛？
咁好啦，我哋誒講翻頭先提到去台灣嗰個團咧，咁啊39人，我哋8號出發，就12號翻嚟，咁啊11號就係投票嘅日子。咁我就去咗2日台灣咧，聖誕節我就喺台灣嘅，啊24、25號2日我喺台灣。咁啊，亦都睇咗1、2場呢、這個即係總統選舉嘅政見，即係嗰啲辯論會啦嚇咁樣。咁啊，最近個形勢咧就係、是、大家都睇，都即係喺香港都可能知道咧，即係國民黨嘅總統候選人咧，韓國瑜咧，即係嗰個民調咧就落後蔡英文都相當即係相當多嘅，其實啊，即係照計就即係勝選嘅可能咧，相對就個機會就比較低啲。咁但係經過呢場政見發表會之後咧，就似乎嗰、那個即係。差距縮細了，差距係縮窄咗嘅。咁啊，仲有咧，我就發現咧，我亦都同一啲台灣嗰啲人傾過啦，就係呢個民進黨佢一到選舉咧，佢就會有好多招數嘅。咁本嚟就即係勝券在握，就唔使做咁多負，即係所謂 negative campaign， 但係做得太多，而家就變咗適得其反喎。因為你做得太多咧。即係嗰啲負面文宣做得太多，你又係執政者咧，咁就好大鑊噶喎。選民會反感咯。會反感啊嘛，咁你又食又 consolidate 咗嗰啲即係韓粉嘅支持者，你明唔明啊？所以有啲人咧就擔心啦，嗰啲綠營嗰啲人就話：喂，佢如果韓粉100%去投票噶喎，咁你綠營嗰啲未必100%去投噶喎，咁啊，即係大鑊喎。仲有。民調你贏咁多，你贏緊，佢唔去投啊！咁所以而家你又開始，即係嗰個卓榮泰就已經即係個黨主席開始講：喂，唔係贏緊嘅，而家差距縮得好近嘅，好窄噶啦。咁遲啲可能就做啲民調，就係佢輸俾韓國瑜嘅。今日告急啊！告急，咁先有機會即係。穩操勝券我呢兩日睇到就係呢啲啊 ，OK， 啊呢啲冇乜叫咩立場嘅啊，我個仔咧就要投蔡英文嘅，我老婆咧就投國民黨嘅 ，OK， 即係話俾大家聽，我好自由嘅，咁我個仔就好笑，我老母投俾邊個，我就投對家，我條女投俾呢個韓國瑜咧，我就飛撚咗佢。咁啊唔啱喎，係好笑，我話咁都得，咁啊屌老母冇計啊，係咪先？係嘛，老母冇計喎，我咪勸佢啦，屌啦，勸佢投俾呢個。咁你呢個講話係咪話同個年紀有關係？同個年紀有關，同埋咧，即係你國民黨俾人嘅印象咧，就係親中啊嘛，而家係，即係佢已經造成咗呢一個套版嘅一個印象啊嘛。嗯。即係雖然馬英九當年佢執政嗰8年，佢講不統不獨不武啊嘛，咁後屘佢又同習近平見面啊嘛，咁其實蔡英文都好撚想同習近平見面噶嘛，有得見實見啫，又有得見佢實見噶嘛，但係而家就係咩咧？而家喺個即係反由抗中變成反中，因為佢呢度有票，先至可以鞏固佢啲基本盤，同埋會即係吸引多啲年青人去投票嘅時候。咁佢就梗係要數臭你啦，咪屌你！即係你國民黨就變咗親共噶啦嘛，你明啊？而家唔係親共啊，親中都唔撚得噶嘛，而家係或者和中都俾人話叫親中噶嘛。仲有國民黨今次最失敗嘅係咩咧？就係、是、嗰個全國不分區即係、就是、選黨嗰張名單咧，有兩個係紅到不得了嘅，係咪？咁你咪大撚鑊啊，係咪？所以咧，佢選總統嘅總嗰個陣營咧，韓國瑜嗰陣營咧就同國民黨咧就若即若離嘅。咁你唔係一個團結嘅黨，屌你咁你點選咧？你呢個選舉係嘛？即係因為佢韓國瑜個陣營驚你國民黨，即係呢一個主席搞呢個全國不分區呢一個名單係影響到佢總統嘅選情啊嘛。咁咪有即係有種。即係若無即若即若離嗰種，即係有少少想切割咁樣嘅。有個副總統候選人講得好清楚㗎，總統就投俾韓國瑜啊嘛，全國不分區你自己話揸主意啦，係嘛？總統票。但係你依個政黨票言論去到咁極端，或者係咁紅咧，其實即係台灣人基本上都唔會認同。佢有兩個好紅嘅喺個全國不分區代表嗰度，即係嗱，即係咁親中啊嚇。選立委咧。有即係嗰個地區直選啦，所謂啊，即係單議席單票就係70幾席，另外嗰啲就選黨嘅一票選人一票選黨。
選黨嗰個咧就按照你政黨得票嘅比例嚟分席位啊嘛，嗰、那個政黨比例代表制啊嘛，咁嗰個咧就你一越過咗個門檻，你先可以分到個席位噶嘛，就咁樣啊嘛。咁喺呢一個名單裏邊，嗰啲安全嘅名單就譬如話假設國民黨佢至少可以攞到15席嘅，咁投嗰15名咪安全名單咯，即係唔使選嘅呢啲人係你擺咗安全名單咧，即係你攞到你過咗呢個十，即係15%，即係唔係即係呢15個人過咗嗰個得票嘅門檻，就呢15個就全入噶啦嘛，唔使投噶嘛，呢個係因為投咗俾個黨啊嘛。好啦，喺呢張名單裏邊，你就係咪要揀嗰啲精英啊，同埋啲專業人士、啊、最好嘅人入去，最好嘅人入去啊嘛。你唔係點樣整甩咗兩個紅色嘅入去，即係所謂紅色，或者就係比較親中啦咁樣。咁咪大捻镬咯！嗱，台灣啲統派咧，舊陣時嘅統派咧就反共嘅，屌你咩？而家統派咧就和中嘅，佢贊成和平統一嘅，係嘛？咁而家就講統一，你都係衰人嚟噶嘛？你明唔明？而家台灣變咗咁樣嘛，咁咪大捻镬咯，係嘛？咁所以你變咗韓國瑜咪即係進退兩難，左右之絕，而家個情況就係、是，所以即係國民黨如果輸埋呢次，我諗都好難翻身嘅。即係呢個已經係好清楚，所以嗰啲好咧唔中意國民黨嘅唔使擔心。唉，屌你，又唔好話我呢度國民黨俱樂部啊！即係我睇到嘅形勢，其實你都影響唔到個台灣選舉，好撚惡劣，屌你係嘛？唔係咁，你反民進黨唔撚得噶嘛？帶嗰啲啫，係咪？咪就係咯，反民進黨又唔係自己有噶啦嘛？咁你幾撚荒謬咧？呢啲乜撚嘢判斷是非嘅標準咧？請問，即係民進黨唔撚鬧得嘅，係嘛？咪即係等於香港你班。獨派唔撚鬧得，本土派唔撚鬧得，一撚樣啫嘛，有乜分別啫？係咪？你而家冇權啫喎，佢哋有權喎，佢唔撚俾我入境都得喎，屌你老味真係啱啱啊，係咪先？係嘛？不受歡迎嘅乜都得嘅喎，係咪？即係小弟對呢啲民進黨人好多幾代人我都好熟悉嘅，你知唔知我幾多歲啊，大佬？係咪？我觀察台灣政情幾多年？幾十年啊，大佬，由冇民主睇撚到有民主啊，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冇所謂㗎，你邊個贏都冇所謂㗎。台灣係一個民主國家嚟㗎嘛，係咪？一個民主國家就係選民決定邊個去執政，係咪？啊，你話選民會俾人蒙蔽，選民會俾人揾笨柒，唔緊要，你有任期㗎嘛。係一時之間係咪蒙蔽啊嘛，唔可以一世冇所謂㗎，梗有啦。咁你梗有啲基本盤㗎嘛，屌你媽！我投黨不投人㗎嘛，我話撚知你係咪？梗有㗎嘛，譬如我老婆，其實佢都唔係深藍嘅，佢係淺藍啦，可以講，即係佢支持國民黨原因就係佢唔撚中意民進黨，因為咁簡單啫嘛，係咪？咁但係我仔嗰啲就唔係，屌你老尾，你國民黨總之就危撚險啦，投俾你，你始終就同共產黨同和談咁樣，台灣玩撚完，咁呢啲就後生仔嘅睇法，咁佢咪要投俾蔡英文咯？佢投票嘅話，係嘛？簡單啫嘛，呢個就係台灣就係咁樣噶啦，係咪？好清楚嘅而家，係咪？所以你長遠嚟睇，所謂長遠也即係未來再過一兩屆，你一定係獨噶啦，冇撚得傾啊！所謂獨者，或者就係你要唔要將個中華民國國號取消咁解啫嘛？係咪？咁但係你又要修憲咯，係咪？咁所以你而家猛喺度即係支持台獨高即係話猛即係、就是、認為台灣應該獨立嗰啲人咧，你就一定要向呢個民進黨輸壓力。如果你呢一任總統呢四年，屌你乜你唔修憲台獨咧，你即係揾老襯，得唔得啊？我支持你就係要你台獨啊嘛！啊屌你乜你都唔修憲台獨嘅，咁啊即係純粹攞老襯啦，係咪？純粹攞個就我嚟攞選票。喂，而家你因為個對手話要捍衞中華民國，你又講捍衞中華民國，咁屌你乜咁你真係咩啊？係咪？咁你係主張台獨噶嘛？啱唔啱啊？所以咧嗱，民主政治就係咁啊，唔緊要噶。你由人民決定台灣係獨立定係維持而家中華民國呢個所謂主權獨立國家呢種政治體制係嘛？咁係由人民決定噶嘛，有公投噶嘛。咁你作為一個執政者，你既然係主張台獨嘅話，你係咪應該修憲啊？就唔好揾老襯係嘛？休息一陣。